暌违两年半，师生重回教室上课，互动学习多了欢笑声。叫林东明。我们经历了两年的网课之后呢，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实体的上课，然后来见到所有我们的慈济家人，然后小朋友也非常的开心。迎接实体课，校方在开学前一周就要家长和孩子到联络点选购制服。校长也把握和孩子见面的时光，颁发上一学年的奖状、奖品和奖金给部分旧生，协助学生购买制服及制作学生名牌，期待让开学日当天的动线能够更加顺畅。慈济北多伦多人文学校租借万景市当地的中学作为幼稚园到十年级生的校区，校园恢复朗朗读书声，学生学习更有成果。而在加拿大西部的素里慈济人文学校，很多新生第一次来到校园，不熟悉环境，有志工引导安住心情，两位小女孩开心有了相伴学习的朋友。小朋友看到自己认识的同学，中文校学校的同学都开心不已，大家抱抱啊，很有一个机会大家能够一起再来聊聊天，一起在一个同样一个课程，然后一起来成长，一起来学习。孩子在师长和志工的陪伴下学习更多元，成长路不孤单也更丰富。大爱新闻，这是美志工加拿大报道。